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正向报，录的时间是2020年2月5日。首先这里有我们纽西兰的尔德颓阳，现在是2月6号了，2月6号啊，对不起，我又是仍然是差12个钟。不要紧，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尔德颓阳，大家好啊。是台湾的许留山，早晨。马来西亚马来近，大家好。我家亲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未按订阅的按订阅和旁边的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总台大台网上编辑部和三号台家长指引晒冷气晒冷气那里、收听，就以壮大我们中立和平和理性的声音啊，望向正向晒冷气，铁三角稳重如山。好了，咁啊，依节就即系成日就讲香港嗰啲黐线嘢等等，讲到好闷啊吓，讲下外国黐线嘢。系啊，讲外国黐线嘢先啦吓。黑得住香港喎、啊，嗰、那个黐嘅程度。系不过即系黐疯啊，简直系。即系黐疯啊，唔使讲。首先讲下先，這个疫情啊，好劲嗰阵咧。即大約是兩個禮拜前，啱啱升温嗰陣咧，就我依邊嘅一個人都冇，即有行人去開嘅西人大摩叫 Mark Field Mall 係一個人都冇。哇！咁啊，即係冇咗中國人就冇生意咁噶咯喎。唔係連老外都唔敢去，因為入邊有間六福珠寶，佢哋入邊有人謠傳六福珠寶入邊有一個員工。是跟第一單肺炎呢度本地第一單肺炎條友從一班機友接觸，所以隔離咗咁樣講。講完之後咧，就冇人去嗰個商場嗰、那個。幾犀利喎！係啊，係一間鋪搞到成個商場都冇埋喎。哇！呢啲即係係咪都係同我哋黃皮膚人有關咧？係嘛？但係因為係華人區啦，係啊，咁啊白人又唔敢去啊，而且 weekday 啊，即通常聖誕之後係淡嘅，使曬啲錢要交單啊嘛，係咪？咁啊直情有個朋友話俾我聽，佢嗰啲鋪頭有啲鋪頭入邊係賣波鞋啊咁嘅，入邊有個假嘅籃球架，成班友仔靜到喺度打籃球。咁可以知道係啊，係一個人都冇，好悲慘啦嚇。咁啊，今日我再去過咧，話咦有啲咁嘅嘢，咁睇一睇多翻人啦，即係嗰個 shock 完咗。但係啲奇怪嘢未完嘅，咁啊有一單咧，有一間店鋪又好衰，唔衰改自己個名做武漢麵店啊。係佢之前開㗎嘛？係之前開，開咗呢間啦。係啦，依間叫武漢麵店。咁啊，阿台勇，你出翻去啦，唔好用呢、這个啊，因为喂，我谂咧，如果阿梁天琦唔系坐紧监咧，都可能俾人标签埋，佢有可能啊，系咪啊？喂，你有冇病噶、啊？你究竟啊？系喂，佢而家有冇吓使唔使独立监禁咧？因为佢武汉嚟噶嘛。系咯，咁我哋讲下而家武汉面店发生咩事先啦。佢之后有人不停咁打电话去，同嗰条友讲：你有冇蝙蝠买啊？有冇 virus 买啊？唔停咁打电话去，就搞到佢鸡毛鸭血啊！咁啊，铺头啊跌咗三成以上，咁啊一生意差咗啦。系啦，咁啊，但系我哋万锦市咧就系以呢、這个。最多元文化的城市為自居，大家看到而家中間揦住個紅袋嗰個咧，就係萬錦市的市長。一聽到呢件事，組織啲人去幫襯佢，好多人亦都去幫襯佢，救佢。咁啊，於是就擺平翻呢件事啦。嚇，咁啊，都算係好事嚟嘅。咁啊，即係直情係好事啊，唔好話算啦，即係自己話寫自己救啊嘛嚇，即係。你是要表現出團結，不要說分你是什麼香港人，是經濟圈，是啊，什麼香港人啊，你不是香港人，大陸人啊，那些老土東西，你這樣再，因為你人口已經少，如果你再一分，你的影響力又低一點，你就好過白痴，這些不用說，為什麼這個市長這麼買面行人，第一他老婆是個唐人，第二他是唱上海灘，唱月代外表我的心去拉票的，第二因為佔了三分一人。系啊，因为占咗三分一人口系华人啊嘛，咁佢为咗拉你票，梗系去。咁啊，当然有啲华人就黐线嘅，就话佢亲呢个中国，就话想拉佢落马嘅，黐线。应该话严格嚟讲，应该有啲
有啲心惶嘅香港人啊，系咪咧？系系，佢哋黐埋一啲极右组织嗰度，就话要拉佢落马，或者总之就话唔中意佢黐中国大陆政府。咁大佬，人哋中国政府嚟揾你，咁你梗系你为咗商贸，你又要做噶啦，系好实际嘅，唔似你哋咁啦。啊，友谊万岁啊嘛，系咪？咁啊，另外有单嘢系咁。啊、另外有單嘢咧，就今日講嘅，先兩日就有個加拿大嘅鬼仔啊，叫自己係網紅，就走咗上個飛機，整住個面罩話我係患咗依一個新型肺炎嘅，結果搞到原機折返，而家俾人拉咗，抵你死啦！網乜鬼嘢紅啊？有腦先得嘅，佢而家都好紅，佢呢啲沙有啲似嗰個 Tommy 喎。我據我所知，我有很多 friend 都哇啲有黐線嘅要寄香港一箱箱十幾廿箱咁黐咗線。我但係冇限住話出境幾多個量口罩，冇噶，冇噶，冇。台灣限緊啊，依家都係啊，依度有幾多立幾多訂出去咯。咁我住個區，你哋大家諗下 ，Walmart 都冇貨嘅，咁你已經知道有幾勁啦。我走去 Walmart 問有冇面罩，買曬啦，冇啊，幾時翻貨唔知。消毒水咧。Costco 嗰啲有冇噶 ？Costco 冇口罩，可能仲大量啊，成箱咁啊。Costco 應該仲有，但係一早應該俾人掃曬啦，唔使諗啊。掃曬拆件再買咯。係啊，我走去啲小區嘅 Walmart 都話冇埋，可能網上會有啊。咁啊，但係我未去揾嘅，即係其實揾唔揾都冇乜問題嘅嚇、啊。不過我會去調查嘅。咁啦。多唔多人帶咧？條街嗰度？會其實冇噶，其實冇，但係你嘅食肆就有人帶，即係譬如話啲 food court 會有，超級市場都有。依度有間超級市場，我抵死，又係俾人謠傳有個人賴嘢啊，嚇係嗰個咩嘢嘅鄰居啊，種賴嘢嗰個人嘅鄰居，搞到成檔嘢都蕭條啊，零啊，平日即使係兩三點都人，即係惠康百佳咁嘅，叫大統華。佢有一個話有個員工有啊，咁結果搞到人哋幾乎要關門咁滯，真係大劑。即係基本上係一定係對，即係未必係對家嘅嚇、啊。總之有無聊人特登要整你啊！依、這個世界一定有啊！即係依度係大約係，因為依度係 multiculturalism 啦、啊、嚇。你一講嗰啲歧視嘢係會有人搞嘅。有間花店又係啦，有個女人走入去孖叉佢，你哋放火毒啊！有個白婆。鬧 Q 佢，俾佢拍低咗片。即又係鬧黃種人啦，定係點啊？係，即係華人。鬧走入一個華人嘅花店鬧嗰個店主。嚇、啊！關咩事啫？即係黐瘋喎！佢哋真係。係。即係呢？即係叫黃黐瘋喎，係咪啊？係啊。對於黃皮膚嘅人，有啲黐瘋嘅症狀出現啊！呢啲人啊。咁啊，係咯。咁啊，大家睇下啊，即係。白人是有時是黐線的，很多人還認為哇白人是高尚，那你自己賴嘢啦。唔係，有多香港人以為自己咧，即係好似同白人好 friend 啊，就覺得自己就好似一類咁樣啊，覺得自己即係好似無盲症嗰啲啊。係咯，係啦，即係成日接受外國訪問嗰啲咧，哇，即係沾沾自喜啊，嗰個樣咧，個嘴角戚下戚下嗰啲，即係嗰個咁嘅樣，即係有啲個心裏面睇咧都係我係高等嘅人咁咯啊。即係只不過識講英文嘅華人咯，佢唔會覺得你特別係高一等嗰啲唔點嘅喎，其實嗰班人係即係仲咁，即係睇落係好，唉個嘴臉我係唔係點頂得順嘅？係啊，即係識多幾個老外有乜好出奇啫？或者講英文嘅咩咁咩？即係。低咁啫嘛，阿加坦生阿爾德台人生活嘅環境，喂揸巴士嗰個都係講緊英文嘅喎，係咯，我係街邊乞緊食嗰個都係喺度賣藝嗰個都係講英文嘅啦，係咪先？咁有冇特別咧？咁人哋唔覺得唔特別嘅喎，其實，所以完全唔明嘅，唉，
即係唔係唔明嘅，我明白佢係有幾黐線呢啲嘢明嘅，啊，即係不過睇落去嘔血啦，咁啊依個係即係我依邊嘅情況，咁啊台陽你嗰邊咧？我嗰邊啊，嗱，我而家係啊，嗱，我而家就開咗醫療本地嘅新聞網站啦，咁啊亦都係有好強烈嘅反華人嘅情緒出嚟啊 ，anti-Chinese sentiment 啊，咁啊呢個當中咧入邊。呢個文章裏面有其中一位華人女子啦，就係新加坡嚟嘅。咁佢去到一個 mall， 一個 shopping mall， 咁啊戴住口，佢有戴口罩，咁啊但係就俾人射呢眼咁望啦嚇。咁啊仲開口講啊，哇 ！Your Asians are one of who bought this virus， 即係你哋啲 Asian 啊，帶啲病毒嚟嘅。啊，即係因為你戴咗口罩，所以你啊俾人咁樣鬧。啊，其實好無辜啦，我認為，同埋亦都係一點同理心都冇啦。喂，當即係我自己喺度諗啦，當初咯嚇，大約啊去年三月份啦，咁你呢個點講啊？嗰個清真寺屠殺啊，即係有個傻佬啊殺咗廿幾人啦，喺新西蘭啦有一次啦，咁啊嗰陣時發生咧就係嚇好多人同情啊。包括不同世界各地不同國家都表現出有同情啊，又話捐錢啊之類啦。咁啊，但係今次中國嘅爆發一個疫情出嚟，咁啊，但係個整個即係我尤其是我喺西方國家澳紐呢邊啦，但係個反應就完全不一樣。哇！就覺得哇，你中國人好衰嚇，咁要彈開啊，咁又有啲仲差到咧，仲俾人打啦，係嘛？即係我之前的一篇係咪因為佢哋睇到佢食啲野味啊？所以觀感不太好，所以這麼大的反彈呢？吃那個野味就是有沒有直接關係呢？還要有專家查，但是那段吃野味的視頻，即是周圍傳那段視頻呢，就是不是中國的，是說在第二個國家裡面當地那些飲食文化來的，是吧？是啊。就是因為咁啦，嗰段視頻咧，咁食嗰個都係中國人嚟嘅，係做緊旅遊節目，咁啊示範食俾你睇咁樣，咁啊其實就攞嚟就好多年前嘅，好多年前嘅嗰段視頻就，但係就攞咗嚟做文章啦，俾人咁唱啦，亦都非常之差，啊咁啊冇辦法啦，咁啊中國華人啊。就只能夠靠翻華人自己啊，因為冇人會同情你嘅。你哋發現到，即係有起事上嚟咧，最後大家個真實面目都會表露無遺。係，呢個就係現實問，現實係咁樣啊。即係你有我，不過我聽到有啲人，即係有啲心黃咧，聽到佢哋咁樣講就話，因為你哋認自己係中國人咯，你哋唔認自己中國人就唔係咯。人哋睬你有味啦，睬你傻啦！喂，你自己行到出去啊，你就算你話 I'm not Chinese。點講嘅人民信你先？喂，你個樣子，你自己又寫中文，你講又講中文，你話你自己唔係中國人，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唔係咪唔係咯？咁人哋覺得你係嘛？呢個先問題嘛？講咁多做乜啫？講就話，哎呀，我識鬼佬點啫？你咪去識咯，依啲係你個人嘅問題。係咯，唔識咯。你自己唔認咪唔認咯？你身邊全部鬼佬，你想我話俾人聽？你身邊全部鬼佬，你係上等人，你咪去認咯。啊，你好上等啊！嗱，順便啊。漂白埋你嗰啲皮膚漂到白色咁啊，學 Michael Jackson 啊，最唔該，係啊，你學 Michael Jackson， 即係查黑查黑啲又得啊，係啊，非洲人係啊，做非洲人嚇、啊、做 surgery 賺埋啲錢，咁你咪唔係咯，咁又點啫？有乜咁特別啫？佢一個自卑嘅人咯，如果講呢啲嘢嘅人，我只會話佢自卑咯，冇乜嘢。係啊，好多人都係咁自卑啊，真係奇怪。好多華人都係自己都自卑嘅，喂，其實真係冇乜好自卑喎。即係冇人想嘛，病毒喺邊一個國家、邊個地方都可以隨時爆發出嚟嘅。即係老實講，係好似美國咁大流感咁啊點啊？不過佢好好彩，佢好彩冇人稱佢啫嘛，冇人同佢計啫嘛。老實講，我哋加拿大就慢慢同佢計啊。即係今年話哇流感好勁喎，咁啊洗多啲手咯，就係咁嘅咋，處之泰然啊嘛。依啲先係真正嘅咩啦嚇，咁啊。即係馬來西亞咧，阿馬來近你嗰邊好似有單嘢古古怪怪喎，係嘛？咁呢度有一個回教黨嘅呢個領袖啦，就話呢啲係報應啊，嚇、啊！因為呢、這個講報應嘅，係啊，因為你
迫呢個中國政府，又迫害啲遺族啊，所以個就上天就整啲呢個冠狀病毒當係一個報復報應嚟嘅，呢啲係哇！不過好多人都孖叉佢啊，亦都因為對於啲冇咩科學根據嘅嘢，其實都你鬧佢都冇用，直頭 ignore 佢就最好啦。係。即係依啲友仔都係，即係唔好同佢對鬧，因為一同佢對鬧咧，佢就會吸好多人翻嚟睇佢講嘢。係啊，嗯，除咗唔好同佢對鬧之外啦，我認為亦都唔好因為咁而太在意、太緊張啊，最好保持翻自己個心境啊、心平氣和。唔好因為咁而影響到你自己嘅日常工作啊，或者你嘅心情啊。冇必要啊！咁啊，系啦，系啦，咁啊，即系依一次嘅疫病對於我哋嚟講，即系我哋依班海外華人嚟講，都係有影響嘅。即系我依邊會好啲嘅，但系據我所知，澳洲又話傳出有人俾人打，不過唔知澳洲係仲嚴重啦，因為其實都唔係，其實揾個理由啊。澳洲的種族歧視一向都嚴重㗎啦，咁啊今次有爆發，咁啊有個理由可以攻擊人咯。嗯，呢個係好衰。係，啱啱我睇有個 有份報紙啊 ，AM730 啊，話寫乜嘢？即係總之有份報紙啊，喺度講話有個澳洲女仔喺當地居住咗十幾二十年，結果而家揾唔到嘢做，啲人就話你有武漢肺炎。我聽到係咪有啲匪夷所思？不咁樣講係真係有可能嘅咯，係咪咧？而家就係一個理由，就係引導到啲人啊，就藉此機會去表現佢哋嘅排外心理啊。嗯 ，xenophobia 嘅心理係啊，即係覺得嚇亞洲人就係低等嘅，亞洲人就係次等民族嚟嘅咁。那種不理性的表現，其實這種表現是一直都存在了很久，也都沒有辦法根治、我華人就只能不停地沒辦法的，你華人就你怎麼投訴極他們都是存在的，你唯一辦法就是、就理好自己的心境，同埋亦都唔好向呢班呢啲咁嘅惡勢力低頭，亦唔好將自己變成好似佢哋其中一個咁樣。嗯、有啲好傻嘅，比較傻傻地嗰啲帶黃色偏見嘅黃絲香港人新移民嚟到呢度，就咁不停咁跟埋啲白人一樣歧視華人。我呢類人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啦。係，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即係佢哋認為咁搞啲咁嘅嘢，你就會變高等。唔好玩啊！唔會噶嘛，唔會噶、啊。其實每個人個等級都一樣噶啦，係咪先？咁、你咪有手有腳揾到錢揾到食，咁咪叻咯。咁你有手有腳都係揾唔到錢嘅，咁誒你自己再就唔好走去賴人，係咪先？即係有啲人就係咁，我覺得佢自己可能生活得不如意啊，或者係俾某啲人成日欺負啊，又或者成日撞板啊之類啦，揾啲事情去賴啊，即係包括都係白人都係咁啊，即係自己可能就啊覺得揾即係生活上又好似冇華人咁光鮮嘅，咁咪憎你咯，佢哋係咁，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啫嘛，其實憎人富貴厭人貧啦、你見嗰啲咧嗱，即係比較有錢嘅中上嗰啲白人咧，佢哋係冇咁歧視嘅喎，反而啊，佢哋唔會即係比較都係一般都係咧中等或者低下收入嘅基層嘅白人咧，就歧視啲人個情況就嚴重好多喎，係咯。一般都係個情況就係咁啦，即係其實同香港好似喎，咁樣講，好似嘅，係啊，即係最激嗰班都係不得已嗰啲嘅人，揾啲嘢嚟發泄，揾啲比較更加弱勢嘅人嚟咩啦，係咯，即係我哋不能夠，即係我哋自己啦，就唔能夠向弱者抽印啊！呢種行為非常之可恥啊，係，咁啊，係啦，咁呢節到咁上下啦，就。多謝大家收聽。
啊，记住多谢要依、这个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望向正向同埋嘥冷气，多谢大家。好，多谢，拜拜，拜拜。